睿智出品系列食品称重分级智能包装整体解决方案。2022年8月，山东某大型食品企业安装完成项目。该方案可实现鸡爪、琵琶腿、翅中、翅尖、翅根、鸡胸肉、冻虾、干鱼段等各类冻品的大批量自动化分级、配重、包装，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，无缝衔接，减少人工投入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有效减少各环节的细菌污染，达到降本增效、节能安全的目的和效果。该方案单套系统节约人工约10人，单套设备年节约50到60万，可有效缓解食品行业用工多、人工成本高的问题，通过物联网数据控制系统提升数字化水平，推动食品行业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。该方案分选速度快、称量精度高、使用能耗低、使用寿命长，广泛适用于禽类屠宰与深加工行业。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。